什么不一样？生日计划。这么快就承认了，我还在期待你会用什么理由来糊弄我。我先看看你的计划。我觉得都很好，每一个计划都有它的特别之处。不过，生日那段时间我已经有了准备，所以……因为这是你的劳动成果，我不能敷衍了事。其实谈不上是为了生日特意计划，只是恰好他的时间就在那天而已。还记得拉斐尔吗？他前些日子打电话给我，说我们种下的那棵葡萄树已经长成，开始结果了。想问问我们有没有空过去一趟，等第一批果子酿成葡萄酒后试试味道。
所以你愿意再和我去一次飞鹿酒庄吗？对了，这次我们过去就不住酒庄里了。拉斐尔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一栋度假别墅，就在酒庄附近。另外还配了管家，专门为我们服务。说是庆祝我们订婚后又搬了新家，所以希望我们这次去能好好享受一回二人世界。可以把你喜欢的都带上。不会，不同款式的衣服到了那里总会有不同的用处。被你猜到了。什么？说来我听听。以后我在你面前再也没有秘密了。
在波多艮第，这段时间刚好是举办葡萄庆典的时候，所以每个地方大大小小的会有很多有趣的活动，肥鹿酒庄自然也不例外。于是我就想着，在葡萄酒酿成之前，可以和你一起参与些比较有特点的活动。而本来的打算是作为惊喜，等到活动日程当天再告诉你的。精心准备的惊喜几乎都提前被你发现了，我感觉自己有点失败，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弥补我一下？也不难，就是在我们每天出门前帮我选一件合适的衣服就好，可以吗？